这一周1月1号韩服的驾照已经更新了，那我还没考。那这一周更新的地图有两张，一张是这个童话奇幻世界之门，那另外一张呢就是恐龙什么大冒险的，这两张应该都是新的，所以我们要试试看。那我们这一次的 PL 驾照呢跟以前会不太一样，以前只有跑对不对，我们这次是教大家怎么样比较容易过这个 PL 驾照。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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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插到，我撞到，到底是怎样？我靠，这样还能过？这样还有快一秒。没意外的话，这应该是目前 PL 最简单的一张图了。不是，撞成这样都能过是怎样？哦，第二张是这个恐龙。不是说很简单吗？不是说很简单吗？为什么没人信我啊？好奇怪、欸，这是 PL 两个都很简单啊，对不对？
好啦，我们好好把这两张图跑细一点，然后跟大家讲这两张图注意哪些地方会比较容易可以过 PRO， 可以学一下我的跑法，这样气比较够用。我们这里三甩，把这个老树根尽量贴紧，这边两个单盆要记得加，它跟来一个单喷剂的夹，那跟后续是有关系的。然后这边基本上随便过就好了，因为这个图它给的时间很充裕。然后这边重要的是这个气要满，满完之后呢，这个弯可以加个单喷，可以推比较远。再来重点来咯，这个气就不要放了，因为这里一定要弹起来，弹起来至少快 0.3 吧。然后这里因为板车的重心很好，就随便贴。然后这有办法的话，也加个单喷。然后这里就一样照跑就好了，这里就不用加单喷，这里就你可以保守一点跑。然后这里一定要把这个气推回，推回来，推完。再跑法都跟第一圈一样，加单喷，然后这两个弯就一样随便跑，因为这两个弯有点难过。说实在话，我还没找到最好的过法，因为它不能双甩啊。然后这里一定要满，满之后这里加单喷。但气就一直开了，都不用放了，因为板车重心的问题，板车重心太好了，所以这里就不用放，然后车头落地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弹很远。嗯，然后基本上就这样。这个图它给的秒数很宽松啦，你如果认真跑，应该可以剩个两秒多、两秒半左右吧。啊，这个图要注意的点就是那个弹起来的地方跟跑法。只要跑法对的，那有弹起来，应该要过很简单。啊，在这个图要注意的点就比较多了。啊，首先呢，这有跟大家讲过，不要贴这个银色的墙，不要贴这个柱子，要贴的是这一堵这个山啊，要贴的是这个山壁。这个山壁贴紧之后呢，你从一开始你就可以把它甩出你的视线范围内，然后跳的点呢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撞哭啊！好，就是要贴这个山壁，一开始你就可以把它拉出你的视线距离外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跑成这样，反正可以救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气满了。好，随便。然后这里尽量做单拖，我稍微看了一下，我感觉这个单拖应该是最快的哈。你看这边就已经甩掉了很大一个车身，那再来的连续弯就是这个地炉最重要的。甩完之后呢，要接甩，然后这里一定要够连贯。然后这几个甩完之后，重点是要贴这边，要贴右边这个角，因为这样的话你这个路径是最短的。你如果甩到中间的话，你的路径会变得比较长一点，所以你要尽量贴这个角。你看我是把这个角贴死的。然后上去的甩呢，这个弯像什么呢？这个弯像双工厂的倒数第四个弯，那个左弯啊。你这个拉回来的幅度要够大，然后呢，你要在左边做顺势，然后这个角度切的像什么呢？像冰河破碎的冰山，就冰山破碎雪人的最后一个弯，你要切的够内，不是说你从中间或右边甩，然后一样从右边切出去。这样就会快，不是你一定要从左边拉，因为你接下来的是一个右弯，所以你这边如果出去的角度越靠右的话，就是从左到右这样的话，然后你在右边起飘的话，你这边的路径就可以省超大一块，有没有？你看这边就直接很内，原本在这个地方过完之后，这个车距都还是在。看得到的范围内，但过完这个区域之后，直接看不到小地图，直接看不到人了。然后这个地方一样也是，这个地方一样也是，尽量能切内就切内。对，
那第二圈就跟第一圈要注意的细节都一样。那有一个小细节是第二圈的这个弯过完之后，你的气可以的话就放，然后从第二个甩尾，因为这里你看要两甩嘛，要不然气不够嘛，对吧？右边要两甩，你在第二甩结束之后呢，把原本的气放掉，放掉之后重新开一颗，这样的话你的二段就会在这个恐龙背上面吃透啊，吃透，你看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飞过这个恐龙的背后。OK， 大概像这样。那你看，像这里我就有踩到，我就有撞到这个坡。你仔细看啊，在你碰到这个坡之后，它会有一股力量把你往外推，同时呢，你的气就可以很轻松的变多。有感受到吗？有感受到吗？好，有感受到吗？你仔细看这个时速表，281。好，有时候时速不是很重要，反正它就是会有一股力道把你往前推，那你的气就会稍微多一点点。这个有时候是玄学哈，那也不太好说，反正一切靠感觉。OK， 那这个图最重要就是第一个弯，恐龙背后，然后还有这个组合弯，这个组合弯过得好，基本上这个图是随便过的。OK， 然后你看，像我第二圈这个右弯就没有贴，你就可以感觉到，你就可以感觉到它这个。有没有路线损失非常多，就感觉比第一圈慢很多，对吧？然后后面几个弯我是不知道怎么过比较好了，那反正应该就这样吧。大概就这样。这是两张图都不太难啊，所以放轻松，多练就过了。你还是帮我刷一波确实好不好？没错。